你今天要我來港島做什麼？我帶不到你去日本賞花，現在帶你來香港賞花咯。賞花要得草和樹咯。你看看那裡，這棵就是有百年歷史的節果決明樹，現在開著花。哦，咁就賞完花，你有咩做先？我已經安排好一日嘅行程噶啦，唔使驚。咁難得，跟我嚟。位於中環紅棉路嘅美麗酒店，前身係建於1969年嘅政府辦公室大樓，經過活化，搖身一變成為五星級酒店。除了保留當年嘅設計特色之外，仲融入咗唔少藝術品，具有相當嘅歷史藝術價值噶。当中最出名的就是全港只有两棵纳入古树名册的节果决明树，每逢五月的花季就会开满白色和粉红色交错的花，好浪漫啊！赏完花，我们还可以参加酒店新推出的免费香港公园导赏团添。我們現在坐在後面有什麼吃？當然啦，我們拍完花又行完公園之氣肚餓，我預備了一新的 T 恤給你。是什麼來的？你看，是以花做主題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，最適坐香薰添。是不是很漂亮？是啊，他比我漂亮一點。你漂亮一點啦，當然。吃飽飽啦，咁我哋而家咩做啊？你跟我嚟啦！你唔好俾我估到系去山頂咁老土啊！而家山頂好多嘢玩噶，跟我嚟啦！呢度行過去幾分鐘就到啦。係咩？係啊，行幾分鐘到山頂啦。係啊。其實 Theo 講緊嘅咧，係由美麗酒店行去山頂纜車站，好近，五分鐘就到啦。好啦，冇搭過纜車啦，原來咁快就上到山噶啦，沿途睇下風景，影下相，眨下眼就到咯。带嚟做咩啊？其实我最后一份礼物俾你噶。系咩啊？就系呢只熊啊！不过你要自己整噶喎。整乜鬼啊？你好似只熊咁啦。行啦、啊。客人可以亲自体验制作独一无二嘅毛公仔，仲可以自行配搭款式添。整完你哋嘅爱情结晶品，仲有张出世纸添，嗯，都几搞笑啊！喂呀，快啲啦！黄昏时间，我要睇日落啊！吓、啊，我帮你影相。哎呀，帮我影相啦，仲要。好。Freddy Seven Stick House and Bar 是来自日本的东京六本木，极具人气。而 Mina House 呢真是主打精致独特的甜品，深受女性欢迎啊！又到你最关心的环节啦，就系食啦。有咩好食啊？依个系美国顶级嘅牛扒。咁我哋仲唔食？等阵，我哋用翻杯先啦，不如。真系麻鬼烦。好啦，好啦，五 cheers。